各位同仁请就座开会。向大会报告，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，由吴议员名次质询，时间45分钟。另外我要介绍现在来了吗，旁听席有吴子霖等，好像还没到。 好，请那个吴议员开始，谢谢。主席，市长，咱市府所各局处市府团队咱媒体小姐先生，以及我敬爱高雄市民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首先来感谢咱市长局长伊顶个月19邀请咱的行政院长林全来到阮大南部，甲乡亲面对面来坐谈，针对着大南部这个青春的这个案件呢，来听咱乡亲的心声。而且要甲市长报告，就是讲，咱大南部乡亲多数拢嘛赞成青春啊，都发强吼，嘛真用心吼，我讲互你听吼。针对所有的建物、土地，有伊个测量，啊嘛嘛有伊个了解吼。我相信呢，咱中央的大人嘛会制定一套真好的机制、甲办法吼，来予大南部的乡亲士大会当接受啊。不过而且，本身要替咱大南部乡亲发声，就是讲。青春呢，就是爱用原来的土地一片换一片啦吼，安尼较公平啦。毕竟，阮大南部乡亲伫遐受到工业、空气污染吼，这30-40年内底吼，这点要求，我感觉嘛并无过分啦吼。就亲像呢，迄天一个乡亲有讲过，若要速度啊，都免买啦。你著搬来大南部，就发多输着毒啊！所以，本省而且嘛要求，是毋是卫生局，咱针对所有的大南部乡亲的，全部吼、拢来做一个健康检查，免费的，互因对家己的身体嘛有所了解啦吼。而且，我嘛发觉，尤其伫安门港迁村以后咧。甲民国100年，有真多真多幼龄人口，透过无合法的手段咧，甲迁入来伫大南部吼，啊要等迁村补偿。我伫遮我嘛感觉讲，若像即种人啊，一角都毋免予伊啦。伫一年外前，有一个大南部乡亲来找我。伊讲因囝欠人20万呐，啊欠人20万，结果发现吼，伊有一间厝，但迄间厝是靠咱家己的土地家己起的，啊无建造，啊结果发现伊有哪个申请拍卖啊，啊我就感觉足奇怪，这土地是因老爸的，那么伊的户口只不过是住伫迄间厝家厝啊尔，啊那么伊讲。司机官点到的时阵，我嘛去到现场关心，我怎啊对头甲问？我讲，诶，这也请教一下哦。啊，一间厝都给厝啊尔，啊，迄名，迄嘛无建造，啊，你看要甲标？伊既然甲我讲吼，议员啊，我是安门港人，所以这个人就是透过这个标修，怎合法甲伊户口迁入来？我听一个种恍然大悟，原来有足济人用心计较，要甲户籍迁入伫大南部。所以咧，未来咱中央家属老迁村，咱一定要严格把关呐。那只幽灵人口啊，一角都免予伊啊。啊，而且主席麻烦请市长简单答复一下。请市长回答。
多谢议长，多谢吴议员。大南部迁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中央政府的林全议长，第一日来到大南部现场，我想吴议员嘛伫现场，前后的情形我都无阁讲来提起。最主要大南部的迁迁，咱嘛有提起，咱一定要比现阶段阁较好。800多支的烟筒对着大南部这个所在，从这个所在规个环境，拢是真无适合人住。但是咱要安怎讲？你也要个迁迁，你爱有一定公平条件。大南部的乡亲，如果大家人共同的意志有这个意愿，感觉中央政府伊就认为这个部分。因为愿意跟咱高雄市政府同齐来推撒。如果大南部的乡亲拄只五亿，我们知大多数的人有意愿，少数人有无相款的意见，少数人也无相款的意见，咱尽量甲说服。但是我要讲过，伊的条件，咱即摆都市发展局无聊这个部分，到底一边换一边，还是讲？予伊一定的金额，家己要去找厝，还是讲要甲去，这拢还袂进入去讨论。即摆市政府甲中央帮助中央政府来做，就是讲挨家挨户来去做一个详细调查。伫即个调查以前，中央政府甲因讨论了，提出一个真几啊项有利，因会当同意的原则，用安尼。来甲大南部的时代乡亲，你爱家爱家爱户来甲因征求，讲因到底对迁迁的意见，安尼较真实啦，较真实啦。你怎样讲要迁迁，也无讲要安怎迁迁。我唔知迁迁了，我要去倒位，安尼我感觉较空虚。所以讲，我是认为讲，咱要伫做一个即款的调查的时阵，爱有甲所有的原则条件弄出来。这个原则条件，当然，阮会甲经济部伫这个部分爱有深入的讨论。伊若同意，咱伫这个挨家挨户做调查的时阵，让大南部乡亲士大知影，再说一步一步来做。谢谢。好，感谢市长。咱高雄市吼，虽然是咱台湾第二大的都市啦吼，但是咱高雄市民的生活品质，甲其他偏远地区来相比啦吼，明显啦对袂着。因为咧，咱高雄市是全台湾污染啊上界严重的城市啊，除了化学同工业以外咧，造成伤害人体健康以外，甚至要三大军事学校啊，甲兵工厂啊。全部设立在咱高雄市啊，阻碍着都市的进步。以凤山为例吼，咱就有陆军官校，甲中正武校啦，甲部校啦，这三间学校就占咱凤山五分之一的土地啊，严重呢，嘛影响着凤山市的。洪山的发展啊，吼，上界看的，就是过去国民党执政啊，甲李登辉执政这20年啊，这个期间呢，中央政府啊，投资伫北台湾的基础建设，将近要到1兆，那么投资伫咱南台湾的基础建设，较正560亿呢。相差20倍啦，足明显的重北轻南啊！而且重工业、石化业，所有啊高污染啊的工业，全部拢设在咱高雄市，污染在咱高雄，缴税在台北。高雄人，你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咧，都亲像无男无女啊！高丽眼光，今仔日本席要来请教咱环保局长啦吼，你对高雄市的环保生态了解偌济？
主席，请局长回答。好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吴议员哈。吴议员提到这是污染的问题，还是环保生态的问题啦？因为这个部分足宽啦，就是简单得啊，吼，无啥时间的。好，一部分就是讲，包括安吉玛的，有做了解无？应该是了解啦，我看阿公来请坐，还没签到对这个部分。局长啊，你敢知过去高雄县啊，捌发生几啊万栋的公屋年的事件，你知无？来，主席们，局长回答。请局长回答。好，谢谢议长哈，谢谢那个吴议员哈。伊一个公屋年的部分是伫台塑的林务厂哈。伊出去的数量，出去柬埔寨的数量，你知无啦？知无啦？知啦。好，请坐来。民国88年的代志。好，来请教局长哦。除了公务年以外，咱高雄市每天所产生的有毒工业的废弃物，以及医疗废弃物啊，总共有偌济啊？敢会当给我一个明确的数据？来，主持人、局长。请局长回答。按高雄市吼，按高雄市即马有害的吼，有害的甲医疗废弃物啦吼，吼有害的部分大概以目前来讲，应该是少于50,000吨以下啦，好有害的啦，好系啦。啊，迄落咧，啊，迄个医疗废弃物，医疗废弃物这部分我手头只较无资料，来请坐啊。那医疗废弃物嘛，属于环保局管的吧？好、哦，对不对？那些物件是安怎处理？啊，即摆拢放伫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咧处理啊？来，麻烦个一个主席，请回答。好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吴议员哈、哦。那一般有害哈、哦，有害分作就是讲，会收集甲未收集的部分啦哈、哦。会收集的部分拢会入去按。台湾有北中南有三个迄个焚化炉，包括伫桃园、甲彰滨、甲安伫高雄，大发工业区这边遮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较未烧一个，这部分较未烧一个，一般是用固化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固化的方式来做一个迄个固化之后再做掩埋。哎，好，哦、谢谢。目前是安尼。啊，我头拄啊讲迄个几万栋啊，诶，公务员即卖伫什么所在啊？甲议员报告哈，拄则讲的讲，唔是几万栋的公屋呢哈，是当时台塑林务厂哈，伊产生的部分是2400栋，2400栋哈，啊送去柬埔寨遐，啊剩的呢？啊对，柬埔寨遐转来，因为佮敲着因遐的土，所以是4000几栋。后来伫台塑的林务厂内底，因有一套设备，完全用托付的方式已经处理掉啊。我们要完全拢因处理掉咧。处理掉啊，因为这是民国91年、92年当时哈，当时有审查过哈，啊，环保署那边嘛来监督。迄阵啊，你是伫高雄县做副局长呢？我现是伫高雄县是副局长。来，请坐来。迄、那个叫青区啦吼，大德里，你捌去过无？叫青区的大德里啊，你敢知影？请回答。交情的台德里啊，唔知啦吼。应该是伫迄个大德区遐嘛吼。交情的大德区啊。顶头一个大区门啊。我知。你知来请坐来。局长啊，本身哦，足严肃甲你讲啊，台德里山顶有一个叫大区门啊。遐有住几十户的人口，迄、那个所在原底是咱高雄市啊，水质啊上好、上佳清气的所在啊。你若唔相信，你一步啊，你带人炸机器啊，去甲探测看卖，整个的水质是乌色的啊，你甲盘起鼻看卖，臭甲袂品质的。拢待伫遐啦，什么咧柬埔寨咧？你做局长唔通规工坐办公室咧吹冷气呢？你莫对中呢？
本身即卖甲你点啦吼，啊你着爱先处理啦，你了解看卖，是毋是我讲安尼啊？咱高雄市的环保危害已经相当的严重了吼，即几年来咧，内门码头山的垃圾掩埋场啊，闹甲沸沸扬扬。听讲市政府有意要通过这个掩埋场申请，对无？来，主席们，麻烦那个局长回答，简单得啊。哎，谢议长，谢委员哈，这个码头山这个垃圾场哈，目前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哈，在今年的七月初是进行第一遍的审查，啊，即马是搁要开始进行。你看会过未啊？这当然爱审查，审查的情形，因为过未过，就爱搁看讲实际审查的状况是安怎啊？来，局长请坐哈，局长啊。借问一下，你的故乡伫底？故乡啊？请回答。我故乡是安大邱。来，请坐。安尼你就是在地啦吼，故乡人啦。你嘛应该知影，咱故乡环境迄种破坏的情形较少啦。你应该足了解嘛？你搁捌甲做过故乡县的环保副局长嘛？你嘛足清楚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我感觉哦，你对这环保一点啊作为拢无呢？难道你敢唔知影破坏高雄市这环保生态拢是外地人吗？因勾结咱在地人，将咱高雄市当作垃圾堆啊！你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啊，拄仔你唔知影呢，大家拢知。规高雄市都知，咱高雄市原底好山好水，即几年来，迄种物价乌烟瘴气啊，破坏了整个环保的生态。即、这个码头山掩埋场伫过去高雄县政府的时代就用拒绝设立办嘛，今仔日本席请教局长。码头山会当设立掩埋场的理由是啥？来，那个主席，是，请局长回答。局长，请回答。以什么理由啊？会当申请啊？高雄县那个退掉啊啦。跟委员报告哈，业者依法来申请，那行政机关依法来受理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请坐了。本省吼、有调资料，这内容吼、我嘛有详细甲看过吼、咱市府甲厂商的公文往来啊，有一部分啊，佮亲像咧唱双簧，你知无？一搭一唱。我毋知影码头山咧卖掉申请者的背景啊，听讲吼、纵横呐。乌白两道的大亨啊，局长你可能捌伊个款，你知无？来，请局长回答一下。请局长回答。加机关报告，我唔知影咧。唔捌啦吼，我唔知。来，来个请教局长。码头山离水库偌远？来，局长。请局长即问即答，不用再分析跟你讲。那个，它距离最近的应该是阿公殿水库。好、最近的是阿公殿水库。他往啊，应该是一二十公里啦，吼，差不多。十公里哦。一二十公里左右，哎，要唔过伊个迄个行水区是二仁溪的流域啦。啊，伊设立 MI 场，佮应用伫阿公殿水库。这个部分爱做详细评估，这不是讲我伫只讲，有影响啊，无影响啊？啊，你不是讲无影响吗？不是，我无讲，我是讲伊是二仁溪的流域，伊距离阿公殿水库大概有一二十公里左右啦。好啦，请坐啦。来，迄、那个码头山掩埋场，伊申请的面积有偌大？伊申请的是28公顷。大概28公顷左右。
啊，我阁请教业主伫码头山伊个土地总面积偌济？总面积啦？总面积我们没有去调啦，吼。阮主要的吼，就是讲伊来申请的这个面积。伊的申请嘛，吼。诶，伊来申请这个面积是28公顷的对啦。28公顷。来，局长请坐来。局长啊，你是读册人，你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读册人应该知影吼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，的道理啦吼。大家心内有数。来问码头山的业主啊，你遐拥有的土地有138公顷啦，伊才申请28公顷尔啦，有138公顷申请28公顷哦，将来吼、哦。要安怎运作吼？咱拢心知肚明的啦。环保局以担心阿公点水库为理由，提出对这申请者质疑，这20-30公里迄靠有啥物影响呢？根本吼、哦、是牛头不对马嘴啊！你真爱装笑，你真。码头山设立掩埋场哦。严重污染啊，是宜宁溪啊，因为伊伫宜宁溪上游啊。您看，卖质疑是恶人师啊。来，请局长回答一下。伊个顶面，伊个下面是迄个恶人师，无唔对啦。哦，伊是恶人师。安尼咁要过哦？啊？安尼咁要过？即马哥，我甲议员报告，即马是搁咧审查个过程。哦，今年的7月初是进行第一遍的审查，不是这台审查过，进无伊就讲，即马先定讲会过未过，那个审查有审查的流程。来，局长请坐。局长，分析整合的资料足完整啊！吼、哦，我今仔都点到这就好啦。听讲。内蒙码头山掩埋场，那设立啦，伊的利润啊，听好哦，将近2400亿个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诶。地方哦，议论纷纷啊，外口嘛讲啊，一定贵啦。听讲有真多有利人士哦介入啊，只要摕5%啊来做任何的公关啊，都将近要到120亿啊。当然啊，咱高雄市政府绝对啊无可能去接受任何的诱惑啦，这点本身嘛足清楚。但是我今仔日局长，我要提醒你啊。你足优秀，可是在地人。过去乌白岛、乌白台的公务员啊，去柬埔寨是一部分尔啦，全部拢带入高雄县啦，足侪所在啦。遮有毒废弃物污染咱高雄市的环境啊，危害地下水源啊。拢是外地人的出头，人讲吼、哦，三年干，两年满，到期你嘛是爱离开的。然后后辈人吼、哦，一个清气的土地啦，嘛然后咱的时势吼、哦，一点仔怀念嘛。所以你若针对吼、哦，宜宁溪污染无较重要，伊是土地有138公顷，申请预备啊。啊，二百那过哦，他阁慢慢啊撑出来啦。过来哦，阮小个请教，咱新闻局丁局长，局长，我请教一下，你感觉即卖新闻局的权力谁上大？啊，咱局内底啊，
的员工上惊什么人？局长，请回答。基本跟谢谢主席，局长回答。好，谢谢议长，谢谢议员。在新闻局里面，局长就是我本人。好，应该所有的业务大概都是。总你来管的对啦。好、哦嗯，你上大你决策哦，什么内容你决策的？嘿，是。来，请坐。本席跟你讲啊，今麦咱新闻局内底权力上大的，一个叫做洪真银啊，这个上大啦。新闻局员工嘛上惊伊呢，你敢不知这个人？来，局长。局长，请回答。好，谢谢议长，谢谢议员。首先，他是我办公室的秘书；其次，这个事情是不实的。来，你请坐好，你不用不实。局长啊，咱免那么烧钱啊，哦。你嘛是安尼安尼，是安尼外口会传安尼，洪振宇上大，因为你哦，无咧管代志啊。个平淡啦，也无啥物积极个作为啦，啥物代志拢交予洪振宇咧处理，甚至含民事案，拢一手伊咧操控。人讲伊讲个准算啊，大家嘛咧甲抱。即几年来咧，当然局内个员工会惊伊嘛。所以私底下，人公认洪振银是咱新闻局的地下局长。林局长，你都变成傀儡局长了，都甲阮南韩迄个朴槿惠同款的傀儡总统啊，拢迄个闺蜜咧处理就对了。你阿妈私底下员工拢叫你啥名啊？甲你叫好两个外号啊？我相信。这媒体都知道，叫你外号叫小叮叮啊，啊无就小叮当啊，一个局长用叫安尼啊，就会再知影讲吼，你拢无咧出代志啊，咱咧甲你形容你咪啊，咱咧持有团队技能，互员工安尼甲咱私底下甲咱合作的外号。金句。分析了解吼，这个洪小姐过去啊，是中广电台的记者，中国广播电台的记者。伊解雇以后咧，用药品咧进入市府新闻局第二科来担任首长新闻采访发布的工作啊。过了毋是足如意啊。后来咧，你咱前局长赖瑞龙啊，甲伊调入来局长室做秘书，因为赖局长伊个作风咧较强势、较积极，伊个权责嘛足分明啊，嘛无依赖伊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无予伊大买啊，局长啊。伊今仔会当，予人讲伊是地下局长哦，拢是你甲纵容的。分析伫遮，要强调就是讲，咱文官有文官的制度甲规范的，层层负责，袂当因为咱单位首长个人的贫端甲无作为咧，来纵容约聘的。的机要人员耀武扬威，太离谱啊！咱的后副局长、后主笔，既然有一个药品的来决策人事，这个换掉啊！这种袂当去担遐认真，你害死你啊！较认真的啊，局长啊！来，我请教吼、哦，劳工局长，咱劳工吼，一天工作的工时啊吼，加延长的工时，上济几点钟？
啊，咱超过有罚则无？请局长。请局长回答。谢谢议员的关心哈。目前呢，劳基法的规定是一天工作八小时，如果可以加班的话，延长工时是一天四小时，所以一天总工时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。啊，如果超过呢？超过就是违反劳基法。罚多少钱啊？目前最低罚则的话是两万，两万到我印象是两万到大概应该是。最近有修法往上再调，大概两万到一百万。安尼哦，再确定数字跟议员回报。好，辛苦了，请坐。谢谢。局长啊，如果啦，请你去病院照顾病人啦吼。啊，一天工作24点钟，啊，你的精神甲体力敢挡得掉？请你去照顾别病人啦。啊，是台语听无有啦。你第一听无啊？来，请回答来。请回答。谢谢议员哈。针对医院那个照护工的部分哈，我们都有专案检查，会会同社会。没有呢，我是问你那个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你敢动得掉啦？精神跟体力。如果确实是安尼，是真正动袂掉。来好，请坐好。局长啊，你动袂掉啦。看护工。你病院照顾病人，工作24点钟啊，安尼会过劳袂啊？来，那个请局长回答，直接回答就好了啦。请局长即问即答。人家是这样，你这休息是确实是过劳。他是不是用劳基法？目前的话，若是讲是要看情况，如果伊是讲。医疗机构所聘雇的啊，派到医院去照顾病人的，那他是适用劳基法。好、哦，好，谢谢。适用劳基法，啊，你妈你个查过无？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做专案的检查啊，包括哪是讲有申诉案件吼、哦，来到信箱的部分，1999，我们都会去检查。局长，你头先讲看护工适用劳基法啦，吼？对，是。你较长。是。你有了解唔？是。真济。咱看护吼，一天工作24点钟啊，一天的工资2000块尔啦，换算也时薪到83块啦。咱目前咱的时薪是126块呢。搁减43块呢，啊！这是血汗刊物呢，局长啊，你拢去啊查，查会对啊？迄一点钟83块，你去甲查？啊！得委婉劳基法，来，局长你搁答我一下。谢谢议员哈，我在这边再跟议员说明一下哈，你那是讲，因为目前哈，对于病患、幼儿或是老人照顾这种比较家事服务业的，目前还没有适用纳入劳基法，所以还是。劳动工那适用呢？如果他是机构养护机构聘雇的，那个就是适用劳基法。我这边讲医院嘛，病院嘛，你病院无适用劳基法。对不对？所以爱看伊个主是啥，伊头家是啥啦？一般就是伫病院照顾遐病人啊。伊有可能伊是家己，他是自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因为目前如果是个人，他是从事病患、幼儿照顾的，是咱讲的家事服务业的，目前还没有把这个行业纳入劳基法的规范里面。啊，你即摆就是病院在照顾病人，即个看好就是无纳入劳基法就对了啦。看伊，要本来伊就病院就请的嘛，又有人去甲病院报嘛。伊那是病院请，人力中介嘛。嘿，如果是医院雇用的，吼、哦，病院请的，就是适用劳基法。你要看他的雇主。本来病院无咧请迄、那个，咧雇迄个看护啦。应该是医疗机构啦。拢嘛不是医疗机构啦，都拢外靠人力派遣的啦。那就是要看伊头家是啥，那个一般都应该都是适用劳基法，所以。你管你那有个案，你是不是听？无啦，你讲适用劳基法，是啦，伊的工资一点钟啊83块。伊那确实适用劳基法，伊的工资83块，这是违法的，我绝对。你有去查无？你刚才拢冇查对不对？我有专案检查。
局长啊，你打先起来做局长无介久啦，哦，算你能力绝对足好，人家叫你做局长啦，超清楚啦。嗯。哦，这有问题啦。好。这要用北下伊啊，咱规定一点钟要126块，既然因一点钟才赚83块。啊，过暝过日，啊，你甲看啊，啊，像伊安尼敢袂过劳，伊的体力敢站会牢？啊，毋但是病人咧顾伊，也是伊咧顾病人，我看无啊，真正，对无？来，你请坐。迄看护哦，迄真正一工个起来骨力壮嘞。啊，咱吼，咱的睏眠啊，对一个人的恢复体力。体力吼，甲精神是足重要的。来者，我来请教卫生局长啦吼。做看看护啦，爱有啥物种的资格？来麻烦卫生局长，请回答。请卫生局长。卫生局长回答。好，哎，谢谢议长，多谢议员吼。那看护即马，那是迄个对病院内底有迄、那個。不管你是用什么正式伫内底、病院内底去做看护工作内底，也要有挂迄个看照护服务员的接训证明。哦，要训练，要有一个照护证明就对了。来，请坐。即卖外口病院啊，全部啊，拢是甲派遣公司合作的。但是咱的病院啊，拢惊看遐看护的。市民的资格尔啦，实际去做看护的人啊，病院也无可能去遐核对啦，在咧找无人通顾的啊。局长啊，这个当中你感觉，敢有可能有迄个资格无符合的人去做看护？卫生局嘛应该病院要求病院要做把关的动作呢，敢做会到？来麻烦。请回答。好，多谢院长，多谢议员哦。即马病院迄、那个，咱的迄、那个，达当的迄个考核稽查，加迄个咱的医院评鉴内底吼，其实有分两个部分啦吼。即、這个部分是咱。咱都有看护有稽查无啦？咱是有伫做管理吼，但是稽查无啦？有管理，我甲你讲，你着送拢送书面的尔，恁看看书面的啊。恁敢把你啊突击检查无？我有伫做稽查，但是要议员报告就是讲，议员讲的拄只迄个。情形，因为无同款的病院，伊的规、伊的迄个管理无相同的情形下，我甲医院，阮稽查是爱去稽查，但是有可能有漏洞，这是爱注意的，对无对？来，请坐。我今仔日针对这个问题，哦，拜托劳工局、卫生局对看护，第一，应该纳入，哦，咱的同款。对这看护爱劳资法，爱受到劳资法照顾，靠迄个一点钟83块的，过来，你卫生局嘛爱针对这看护的资格，唔是惊市民的心渣尔啦。有当时啊，爱甲突击检查查看卖，看是不是符合这资格。你本来你要照顾病人，得爱有迄个条件有够啊，啊，无到底是病人咧照顾，伊也是伊咧照顾病人。来，迄个泡泡烟，甲放一下来。中校庆违规玩水球，女职员持刀抱球咆哮。哟，丢水球可是青春绝对绝对不可以没有的回忆。但这位太太有事吗？这个男人都给我站出来！你把我们全部的心血都弄弄弄，就靠我一个人扛起来。双方脾气都好火爆啊！这位太太气到转身，但休蛋姐，这手上怎么有把水果刀？就连离开现场，还是要再挑衅一次。很多吗？请先至 FB 粉丝团帮我们按赞哦。
原来高雄新庄高中今天举办校庆，虽然校方规定不可以玩水球，但还是有学生当耳边风，惹得这名总务处行政人员动怒，拿水果刀冲到操场，将水球全部刺破。学生把过程放到网络，还说以为是政协翻版，学校则出面解释，因为安全考量才会禁止学生玩水球。但这位行政人员的做法会不会太激烈了点？董新闻综合报道。来请教教育局啊，咱公家机关哦，各人拢各人的职务范围啊，为什么一个总务处的行政人员啊，会当夜到啊，走去戳破学生的追求啊，搁甲学生啊发生激烈的争吵？局长，你认为这样适当吗？请回答。局长回答。谢谢主席啊，委员关心的新庄高中12月2号校庆啊，校庆原先就已经说校庆内这个游行活动的时候不能够带水球进场，结果有些学生还是带了。我相信这个职员本身是执行过当，但是学校要不要符合学生的期待，在这个校庆活动里头用雪球做什么活动，我觉得学生会可以讨论，校方也可以接受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局长。回来局长，重视啊，学生重视违反学校会当生水球的规定啊，但是敢有必要掠刀吗？啊，若无注意太掠生啊，免喏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敢有遐严，敢有严重吗？啊，你摕刀啊，去甲戳破学生啊追求，啊，万一着共伤着，啊，要对家长要怎交代啊？啊，敢有迄落刑的呢？啊，照你嘛唔是出来诶，咱还有教官吧？无嘛，训导主任卡是一个总务处诶走出来咧，哇，这个阁啊全头上歹诶人呀，惊死人个！来，播放第二段那个拍播音。水球大战一直以来都是内湖高中的传统，内湖高中也是全台湾第一所举办水球大战的学校。每一颗的水球砸在身上，都代表着一次的洗礼，让我们更加的成熟。水球砸在我们身上，虽然是冰冷的，但我们都不觉得冷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炙热的心。因此，我们想在毕业前用具有传统意义的水球仪式，为高中三年美好回忆画下完美句点。今天尽情挥洒你们的青春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天！人家台北内湖高中校长讲的，今天尽情挥洒你的青春。咱高雄纪念新庄高中的校长是安尼的态度，规定袂当耍水球，啥物讲惊啥物场地迄个弹面啦，啊学生的啥物问危险啊。人家台北内湖高中变作是一个传统的。啊！伫咱的高中，诶，这个求学过程，伫咱的人生嘛，足重要的呢。啊，咱办到安尼，请啊，甲啊，大家学生啊，欢喜甲，拢等你刚毕业要来见老师，对不对啊？诶嘛，足心塞的啊，老师嘛，当见学生啊。来，一点呢，请教局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谢谢委员。其实我们看到内湖高中这个水球大战呢，我们觉得非常好，很高兴，很有创意。但是他们是必筹会经过精心筹备工作才完成这件事。我相信新庄高中经过这个教训，学校内会去好好讨论，也许有更精彩的表现。好，谢谢局长。啊，那每年呀，咱高雄的新庄高中会当办这个水球大赛未啦？当然可以啊，学校跟学生共同讨论出来，我相信可以做得非常好。应该做些好的来鼓励啊，这盖好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在这一次发生事件，是因为事先已经说不要在这个校庆进场的时候用水球，还有带这个刮胡泡沫进场了、啊。所以学生做了违规的行为，大概没有沟通好，我相信是没有沟通好。那这个职员的处置过当，也经过学校的讨论检讨过哦，以后应该处理得很好，议员可以放心哦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总是顺到这，感谢大家辛苦，谢谢。感谢王议员，休息十分钟。